特殊加分来讲是没有啦，当然不要说很虚伪，说我行遍天下，然后我可以因此得到什么投资的启发的启示，其实没那么伟大。但是对投资还是有帮助的，其实不只是投资，其实旅游跟度假，其实对不只是投资，对事业、对人生都有帮助。有三个帮助，第一个叫放空自己，放空自己。其实很早就想买了，但是因为我目前在当兵，所以直到书展才过来买。像黄国华总干事他之前的上一本书《交易员的灵魂》我也有买，而且在他举办演讲的时候我也有请他签过名。那至于收盘后的人生，那是一定要买的、啊、对吧？好，谢谢。希望作者可以再增加一些旅游，因为黄国华总干事他的旅游经验蛮丰富的，所以希望他出一本旅游的书籍，这样我们读者可以更喜爱他。失败过吗？没有。重点在哪里？在买底。破底盘重要是大盘破底盘的时候，还在想但是说破底盘很好，要买要买的话，我前期我一定改的。就算是中间的话，算它好，就算了。我说你失败，拿了我进来，你买几只？不是那只买几只？你有会再买吗？我也想过，破底盘要先抢在三低，破底盘的低，知道吗？